话是讲回来的，媒体家里秘密学习嘛，我是阿哲。今天我们要就是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这个频道又回来了。对，这个频道以后就是本来是报废了一阵子嘛，就是一阵子没有上传影片了，因为就是一些功能不见了嘛。然后我们就新建这个新的频道，可是现在功能因为一些原因又回来了。然后详细的原因我会在那个影片的描述上，就是附一个网址，就是告诉大家那个原因是什么。现在就不多说了。反正现在只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这个频道又回来，然后我们新的一篇又会就是上传到这个频道里面去，对，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对吧？现在只是要告诉大家我们频道回来了就是了，对，那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